我们报告的题目是回收利他，开发民众共识以提高经营经济价值可行性之研究。我们的研究方法如图一，但是我们的研究结果与讨论。我们的研究配方表如表一，之后我们将公司做深度测定，结果如图二到图七。我们发现各种公司的利便含量都逐渐升高，但即使到第六天，它的数值仍低于卫生署所公布的食品卫生标准，每100克里含50毫克以下，表示公司在现在保存上是没有问题的。在我们将公司作为生物检测，结果如表二，我们发现添加鱼肉制成的公司都比对照较慢长出细菌，与一边的结果相对照，表示鱼肉公司还是可以食用。在我们将公司做成分分析，结果如表三，在蛋白质测定上，以白肉公司为最高，脂肪是以对照组为最高，而钠含量都几乎差不多。粗微分测定上，以血和肉为最高，糖类以对照组为最高，热量也是以对照组为最高。在物性分析的方面上，我们发现，除了粘着性明显显示，含鱼肉的慕斯所需的力较高外，其余都是以对照组慕斯所需要的力较高。可能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加入了鱼肉，改变了慕斯原本的浓度，造成其他的物理性质都降低了。在感官品评的部分，从喜好性雷达图中可以看到，对照组慕斯的接受性最高，代表大多数人仍趋于保守，习惯于传统慕斯的口味。但从内部喜好性地图中可以发现，无皮鱼肉慕斯与有皮鱼肉慕斯亦为数不少人所青睐，表示仍是可以开发那些喜欢创新、勇于尝鲜和喜欢与对照组不同之消费族群。计算及成分的结果，加入鱼肉制成的慕斯，其营养成分表如表三所示。加入青鱼肉制成的慕斯，它的蛋白质含量都比对照组慕斯高，脂肪都比对照组慕斯低，而钠含量则几乎差不多。规范而言，加入鱼肉的慕斯也较高，矿物质的含量也较多。对量计算的结果，则发现加入鱼肉的慕斯又比对照组慕斯少了将近60大卡。因此，纵观而言，加入鱼肉的慕斯以营养角度来看，营养高、热量少，是较为符合现代人追求养生与美味并存的观念。如何将青鱼等传统产业利用加工或是发展成健康食品，让青鱼产业能更提高其经济价值，让水产品发挥潜力，开创新的产业契机，并且提高水产品的附加价值，将是我们未来继续努力的方向。最后是结论的部分，以下分为六点：一、以青鱼肉加入慕斯中是可行的；二、依食品卫生标准，利便每100克里含50毫克。青鱼鱼肉添加于慕斯中，经过6天，其值仍低于每100克里含10毫克，属及新鲜阶段。三、青鱼鱼肉添加于慕斯中，经过6天，生菌素仍在可计数范围内，表示仍可食用。四、以青鱼鱼肉加入慕斯中制成的慕斯，于4度C状态保存，可比一般慕斯多保存1至2天。五、以青鱼鱼肉加入慕斯中，可以提高其营养成分。六、将青鱼肉做成青鱼慕斯是值得推广且具有提高青鱼经济价值之潜力。以上是我们的报告，谢谢大家。